代的舞哈，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传统。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新来的伙伴不知道我们今天承办的单位是哪一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今天所承办的龙潭乡的第一个假日广场的单位是龙潭乡体育会太极拳委员会哈。我们整个委员会有八个社哈，大家可以从节目单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社表演不同的，除了太极之外呢，还有一些舞蹈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我们的时任社，由我们的社长哈，就是上个阶段的主持人毛贵祥主任哈，他所带领的32社的太极剑。请他们进场，掌声一下。你保留大的，没有啊，你保留大的。